笑。你看你人的，一天到晚骑个三轮车到处跑，你干嘛去了呀？哎呦，你天天说钓鱼给我吃，钓鱼给我吃，从来也不钓，我自己去买了条黑鱼，你今天给我做酸菜鱼好不好？想吃鱼了？哎，这黑鱼怎么还是活的呀？卖鱼的，我怕他技术不到家，特意带回来给你处理。相信我的手艺，是不是？你小心他咬你啊！行吧，就放在那里养着吧。来，中午来烧，好吧？好，我先去把玉米秧给他摘一下。摘玉米啊？嗯。那我也去。好。好。哎，你搞这个干嘛？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摘那个扁豆吗？啊。都开始攀藤了，搞那个搞得搭一个架子。啊，搞这个的。啊。就这样就行吗？要不要搞绳子给他拴一下？没有，你给他拧上来，他到时候自己往上面就爬了。哦，懂得挺多嘛。扁豆要晒干了，烧肉才好吃。太会吃了你！哎，伊娜，你看你头顶上面。哎呦，这么多枣子！这下雨几天没到菜园来，看不出来吧？这么多，哦，多吧？这太多了，今天又有枣子吃了。你这下雨天下这么久了，你还浇水干嘛？这叫定根水，知不知道？什么定根水啊？就让它的根定住呀！啊，字面意思，听到没有？你真笨。好了，等着天晴了，来把这个草除掉，就等着吃玉米吧。嗯，这个草是要除了，太多了。是的。行，回家烧鱼给你吃啊。烧鱼。老公，啊，这烧出来会不会有饭店的那样好吃啊？开玩笑，比饭店的不好吃。我说的那鱼反正就是 Q 弹 Q 弹Q 弹呀。哎。好，拿点开水。好。你那鱼烧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你们饭店好吃不好吃？比饭店的好吃。多吃点。好。妈妈也多吃点。好。这你们的配菜味道更好。你吃配菜，我吃鱼啊。好。香。